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张山。那 let's begin。A，你想要哪种口味？草莓的还是巧克力的？B，我要草莓的。A，你想要哪种口味？草莓的还是巧克力的？B，我要草莓的。OK，this is today's 普通话，明天见。